海拔最高的餐厅，现在来到卡洛拉冰川，这边海拔是5560。最高最高峰的部分，那你可以看到的，现在这边的话就是在5060，所以呢，这个现在温度呢应该是在0°C到1°C部分。你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喜马拉雅山一直延伸出来这边的圣峰，这边叫卡洛拉冰川，里面的风景真非常非常棒，卡洛拉冰川，拍个全景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是陈家祥领队，欢迎大家加入到幸福西藏脸书的幸福西藏。这是我的那个导游，叫做李乐，年纪非常轻，20岁出头而已，已经有8年的工作经验了。卡洛拉冰川，海拔哦。这是我的团员。对，我在做摄影，然后做记录，然后给幸福西藏做个介绍。现在的人车相对少了很多了哈，中间还有一个藏佛塔的部分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的话，尽量走到那边转一圈的部分。OK， 幸福西藏的最高海拔的地方，也是这次是最原始的地方，告一段落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卡洛拉冰川这几个字，看到了吗？各位的幸福西藏的朋友，卡洛拉冰川啊，307线的线路，海拔5560公尺的部分。幸福西藏关心你来这边，请不要忘记多穿衣服，最好是全副武装。你就看一下我多冷就知道了。你看，手好冰。幸福西藏就，然后呢？这边是我的室友，叫信昌，他跟姐姐跟他的朋友，这两个是陈杰跟明姐，目前来到这边，天天吃威尔刚都没有发生后遗症的，真的出来，这是一对威尔刚小姐，没有吃了，我在海拔最高地方尿了一泡尿。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厕所尿了一泡尿，这个后面要剪接掉。这是我的室友。好了，现在记录大概10分钟，大家先这样，拜拜。